外宿的时间明明就是幺八洞洞，我没有说外出前不能排定打扫工作，为什么你就非得幺八洞洞开始打扫？你就不能幺拐三洞开始打扫吗？让人家幺八洞洞准时出一门很难吗？你如果真的很想把人留下来打扫的话，我建议你把内部管理修订一下，没有修订前他们就是可以在幺八洞洞准时出一门。以前我担任主管的时候，我就要求过我的执行官，只要休假人员没有在幺八洞洞跨出大门，执行官记过一次。就是因为执行官没有做好规划，才会让休假或外宿人员未按时离营。各位连长，你们有我这种魄力吗？加油！